我哋一般嘅標準嚟講，但係如果你話100萬港紙都有個過千尺單位，係咁樣嘅質素交埋樓俾你，你租俾人啊？我好誠實同大家講，應該係3厘到嘅啫，回報率唔算好高。但係咧，因為佢近新加坡咧，你如果知道新加坡人超過60-70%人都係覺得佢哋會去馬來西亞退休喎，因為實在太過貴啦。咁你新山就當然係不二之選啦。佢呢個去關口係5分鐘。5 minutes， 5分鐘喎。咁你話關口物業，而且係一個。我唔記得700-800公頃的 project 全部都是 house 嚟嘅，得一棟 condo 啫，即係呢啲一棟嘅啫。喂，咁我覺得真係物以罕，真係物以罕為貴喎。而且你要個直播率高啊嘛，你50-00萬，就算我當佢唔升，咁你自己過嚟住，有個後備方案，一小時生活圈租好，佢即係又佛又有自己嘅新山，又有自己嘅機場啦。係啊，去吉隆坡如果搭內陸機，1個鐘頭都唔使。OK， 如果好似我咁揸車。都是3-4個鐘，因為我揸車快。當然我唔會揸車，一定係搭飛機啦。咁我覺得係大家11月9日和10日一定要嚟嘅。大家記住11月8日、11月9日報名我哋嘅。有得走，快撚啲走。唔好，你如果冇能力冇辦法，你老實講啊，你知唔知我哋做好多有陣時做歐洲呢啲咧？譬如話啊，希臘咁樣，葡萄牙咁樣，愛爾蘭咁樣。唔好講愛爾蘭啦，講葡萄牙，去層樓。屌到300萬買翻嚟，而家值1200萬。佢咪同銀行按400萬搞緊啲葡萄牙咯，咪即刻承擔佢咯。係啊，咁香港嗰層樓咪租俾人咯，租俾人跟住咪收租咪頂翻還翻個 mortgage 出，嗰400萬好多係咁樣嘅啫。跟住喺嗰邊又收下咧。好嘅，即係有得走快啲走啊！起碼要買定個護照，買定個。你淨係見到海洋公園宣布聽日 Halloween 取消 ，Tell me is it Hong Kong？ 仲有。我哋係咪仲喺香港？咪就係，你當然可以選擇出同佢火拼啦 ，OK， 係嘛？而家有人出去火拼啦，屌你老味！